不是不困，而是有太多想不通的事，因为想的很多，心情郁闷，有些事放在心里久了就成了心事，人会睡不着，是因为想的太多，该放下的放下，该忘记的忘记，人这一辈子要学会知足，何必说得太清楚，争得太明白，揭人短处不如揭人好处，看清就会快乐，看淡才能幸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